的任务。今天是26号，如果知道基地的话，今天是退伍的日期。现在是凌晨5点，我们5点半要集合到一个路口，然后我们坐一个算是接驳车吧。其实是蛮临时定的，因为其实他退伍，我没有想到要来，但是刚好撞到我们去韩国的时间，就是这么刚好，然后所以就直接马上订票直接去，多亏佩玉了，因为是知道他要来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哎，26号 GD 退伍，然后马上查，马上冲去，他还在西门町大叫。对，可是哦，当我知道当天有3000个人，我就没有大叫了，我心已经冷了，我觉得拍他的机会已经是很渺茫的那一种。我们等下去看米粒 GD。 对，米粒 GD 是那种看不到的那一种。我们现在搭车去宏大，赶快。哎，椅子没拿。因为呢，我们要见 GD， 所以特地买了一张椅子给蔡长勇。今天蔡长勇是作为一个摄影者，所以我就特地买一个椅子给他。他有带一个比较追星的镜头，可以放很大那一种。佩玉的话就是一个陪伴者，要陪伴我去。我们现在要去买早餐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有知道现场好像已经有2000多以上的人了，就是已经很满很满了。其实我们网上买的这个行程已经算是蛮迟出发，对，好像是8点出来，可是这个行程是7点多才到。我觉得我们买椅子是对的，哎，不是，对不对？我们买椅子是不对，我们应该买梯子，要更高的那一种。重点是哦，今天是突然变冷，对，我们昨天是完全就是穿 T 恤没问题，今天就是我穿好发热衣穿长袖都还太冷了。如果你看这个画面在抖，是我太冷了。我们现在买个早餐，然后他给我们10分钟的时间，这是我们战利品，因为怕等太久，所以先垫个肚子。兴奋吗？你？其实我整个就是很累，因为就是睡了2个小时吧。对，我们全部人就是睡2个小时。然后佩玉还没睡，重点是我的影片还没弄好，我就佩来追星了，觉得我是个伟大男朋友。然后等一下，据说他就是8点会出来，然后我觉得前前后后应该没有，我觉得就是10分钟吧。对，我觉得他这样走出来，出来招个手，上那了，大概10到15分钟，然后就结束了。预计12点前就会回到这里来，不过可以看一眼也是很好的。米粒 GD， 米粒 GD， 就是可以看到这么小个的他。我们现在已经41分了，就是比原地要开车的时间已经迟到10分钟，所以我们现在等迟到的人已经很迟了。我去到现场已经是爆满的那一种，哎，开始走了，终于开始走了，太棒了。太棒了！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是正信，你应该是生气的。你那个是一定是不能迟到，我这个是能迟到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看到他就是这样，这也没关系了。带大家去看米粒剧，好烦哦！想要这么小，我就觉得很烦。然后我刚刚就，你好真心哦。然后刚刚我就划过几个小溪，现场的人是已经爆满的那一种，超级多。他们说预计加媒体就有3000多个人，我的天啊，真的是不懂要怎么拍他。就现在就变成一个小型演唱会的感觉，见他已经没有什么真实感。你可以帮我脱塑胶吗？我们现在要留蔡长勇一个人在这里，因为他有椅子。我们要进去那个地方，是大家都在那边等，所以我现在要过去那。然后他们说 GD 一定会经过这条路，所以就派长勇来拍了，加油！然后拿出我的法宝，大炮，耶，棒了！大家看到我一身荧光绿吗？这是我的战服，我今天的战服，特地要找上身特别荧光的，还有我穿的鞋子。你看，书生亮到跟这个景标，我比他还亮哦。他应该会注意到我，如果我再夸张一点的话。书生加油！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穿那么亮吗？因为前几天艾迪达就寄了一双鞋给我，大家看一下，好亮！而且这个荧光鞋，我想说我要豁出去了，直接用一整套来直接接 GD。看旁边有多少人，太多。可是我觉得这边站椅子更好哎，我怎么办？就是现在很焦虑。大家看看我接近的哈，这里太多人了，我怕然后到时候全部人都站起来，肯定会站啊。而且我觉得应该站最高的阶梯。哎呦，怎么办啦？看这么多。你知道他们几点来吗？他们凌晨1点就到了。我佩服他。你看，我现在坐着正中。你看，渺小的书生。各位是不是在茫茫人海中就可以看到我？超亮，我真的觉得。帅哥。我买椅子给你就是这样子用，就尽量站好站满。这个怪什么你知道吗？怪他骨头不够多。宝贝，这个高度可以做什么？不要在我 GD 的影片讲这些。你也在我正式影片里面。我讲什么？套套。哦，套套，我记得。书生又兴奋了。现在。
常用的那种塑身拍照。可惜啊，70200，70200。Jenny 要出来了 ，Jenny。对啊，Jenny 要出来，各位。Jenny 不会当兵。Jenny 不会当兵哦。他不会当兵，他会当我女朋友。笑不出来，真的好难笑哦。我今天怎么？大家好，我是伊伦。不要乱讲话。我终于有机会带男朋友去看我老公，平时都是你在讲。我不是陪你去过一场演唱会。演唱会不一样啊。而且被摇。其实我这样子也蛮像权志龙的。圈你们吗？我是讲开助手，也蛮像的啊。我跟佩仪刚刚突然想个题材，就是其实我可以买一个军装，然后突然从后面走出来，当做一个二审，好可惜哦。太可惜了，没拍这个题材。我们怎么不早点想到？骗了大家的欢呼声一下，因为我可能会上韩国新闻。现在这边温度大概有7度，7度呢，就只是7度，也没有负度。人啦！你有没有看书生生气哦？镜头这样，咱不骂一下好吗？骂宝贝。坐吗？爸，这里有、哦、媳妇孝敬你。真的很像是买椅子过来给他爸坐，是他爸。各位，今天还没出来，夕阳就要下去了。因为我的太阳呢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便当。强了。我在缓和你的紧张气氛。在刷存在感是什么意思？别拍啊，我生气啊！不要这样讲我，我们已经差不多了。저는
里就回到了饭店。哈哈哈，我先来开箱一下，因为呢这次我们订的是跟一个套票这样子买的，所以还会有送一些小礼物。简单的礼物哦，暖暖包我已经用了，是真的蛮冷的，前几天很热，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变冷，应该是欢迎它吧。这个是军队吃的饼干，那时候陪佩玉去征信的那个军队已经有知道这种饼干。碰这个好不好吃？应该差不多了。这是他们传说中的那种，就是吃不会胖的那种。还有这个，我有两张，一个是佩玉给我的，这是他们定制的。给我的佩玉有说他很可爱哈，是不是很可爱？他的贴纸最喜欢就是这个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有意义了。项链有两张，都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就是当你战争死的时候，就是他们会把其中一个放在你的身上，然后另外一个给队友带走，就代表说你在战争中里面已经死掉了。然后牌上面的话，这边有我的名字，我的出生年月日是什么国家，然后另外一个嘞，这是 GD 的名字，出生年月日，这意义着什么？代表着我跟他是不能分开的，不可分开的意思。OK， 我现在就戴。那我看很适合我今天的服装哎。然后有些人会好奇我到底喜欢 GD 多久了？其实我是从2011年的年尾12月，那我就觉得不用算2011年，就直接算2012年开始，到现在已经有总共是有8年，然后总共去了他3次演唱会。最大的遗憾就是我觉得他太多人喜欢了，在他的世界里面是这么渺茫的。不会有连接点，就是可能也很难跟他合照或者是拿到签名，那种机会就是很渺茫。就是我在他们追星里面呢，是机会是最渺茫的。还有这次最大的遗憾咧，就是我觉得我太冲动，当下就是直接买套票。如果我不买套票的话，我会更早到兵营那里，就是买套票太迟了，我们就会站在最后一排。然后好彩的是我们有买椅子，当下买了。 是你叫我买的吗？是佩玉。好，你叫我买的。其实原本要买那种厕所坐着，那时候我就以为坐着脚酸吗？那你知道真的是还要买高的，而且当场只有我们用高椅子，我就觉得我们太聪明了，哇，好爽！真的拍到很多很多很近的画面，但也没有到太近，如果在前面的话就最好。要感谢谁？好了，你啦，烦死了。虽然这一次就很远很远看到他，就是真的是米粒 GD， 但是就是有一种成就感，就是参加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他2年没有出来嘞，我就参加了他最开心的一个结业礼。虽然是距离很远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开心，好爽。应该也是分享的差不多了，就是一个小迷妹追星的日子。我就觉得来到韩国啊，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，当然去做啊，对不对？最后当然是要谢谢佩玉一整晚不睡觉，然后直接陪我去，还有蔡昌勇也是睡那么2-3个小时，然后又要拿相机，他行李的重量大概1/3是因为我而带来的，相机啊、镜头啊，那个超大的那种大镜头，然后拿着那个大炮是真的很重的那一种。感谢有人陪我追星，但画面要交给他们了，谢谢你。我还在搞我的影片了，是不是？要假？我是一个专业 YouTuber。我们是互相汇力的，因为我也是陪你等了很多场 TV， 是不是？加加减减都不比这一次。很开心你终于参与我这个追星的日常，希望下次有追星不要找我。你也不要找我，我的宝贝。不要太做作吧，快慢慢进来，赶快先摆一朵花。谢谢，我爱你。谢谢苏珊陪我看真心。这真的没什么。没有很累，是不是？这真的没什么。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然后你们就看我。那个宝贝先叫了，拜拜。可以不要不要不要。我不要，我的影片结尾是这样的。可以，我来了。好，影片就到。